继续来关心警政方面的消息。嘉义市警察局长营派出所日前执行未成年少年丁梅网开调查，意外查获到被通缉的女嫌犯。涉嫌人为着寻求逃避机会，一度报假资料，想要瞒骗警方，但是也是被识破移送办理。嘉义市警察局长营派出所加强校内游戏场以及网咖安全，执行未成年少年丁梅网咖的调查。警方发现一名正伫咧耍网络麻将的女子，眼神不定，所长苏一良向前盘查。该女子讲无啥证件，而所提供的身份证号码以及姓名拢查无资料，这更加令警方起疑。他所报的年级资料是属于未成年的，那所以警方一度来怀疑他的年龄于是详加盘查之后，赫然发现他是嘉义地检署发布的一个窃盗通缉犯。警方表示，有一寡劣管人口因为无所在逃去，才会到电子游戏场，也就是网咖来消磨时间。原本警方是查询未成年涉及网咖的藏刀，煞无意中查获本案。警方呼吁发挥守望相助的功能，并希望民众若是发现不法，请立即报警，警民牵手合作打击犯罪，共同创造安全的生活环境。新闻新闻，蔡明东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